他真是你男朋友？他是，可以滚了吧？小雨真是有惊无险。是啊，他要是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一定后悔死了。你们刚刚不是在一起吗？对呀，我们今天一直在一起，但没想到我去洗手间的时间，他突然不见了。要不是杨欣那个混蛋一直纠缠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的。杨欣？对呀，他就是没完没了的。难道十一和杨欣在未来的关系是无法被改变的？他不会吃醋了吧？我不会暴露了吧？你放心，我跟杨欣绝对没有什么。啊？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十一，明天晚上来我家看奥运会开幕式啊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晚安。你有病啊！你想撞死人啊！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找十一，怎么了？十一不想看到你，赶紧滚！你管得着吗？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不让我找他？如果不让他死了心，他会一直纠缠着十一。他是我女朋友，明白了吗？呸！谁信啊？你俩什么时候成男女朋友了？这你管不着，你管不管？我不管，你要拿我怎样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夏河，你又给我来解绳！你还纠不纠缠十一？我纠不纠缠？我这辈子都要缠缠不到死我！你管不管？不管！赶紧滚！他们俩有什么？夏河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来找你，没安什么好心。不要，十一，我是来找你道歉的，是他先找我事儿的，我还给你准备礼物。假惺惺。夏河，你先冷静，你快把他累断气了。夏河，松开他，你看他到底要干嘛？哎，怎么又是他？你要干嘛？我跟你没仇没怨的吧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不需要明白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就可以了。哎，同学，你这个样子很让人烦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你看到的只是别人讨厌你，你从来看不到你对别人做了什么。我做什么了？明明是你先找我麻烦的，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脸。行了，你快走。我不走，话不说清楚，我不走。我这辈子就没被人这么对待过。我现在反而有点喜欢上你了。你少恶心人了，你真不要脸。你这个奇葩的脑回路很费脑浆啊！你到底滚不滚？他真是你男朋友？他是。可以滚了吧？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哎哎哎，你没完了是吧？